们来到我们的石板线。啊，家人们，咱们点点亮。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快来！嘎着你们几个，迷糊。看咱这个墙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一个非常怀念、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今天咱们家是喜气洋洋啊。在这个风花雪月的日子里啊，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啊宠物联啊，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俺家小石榴的生日 party 啊，咱们把热烈的掌声，哎，小石榴蛋子呢啊，咱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家小石榴蛋子啊，祝我们家小石榴蛋子啊福如，祝小石榴蛋子生日快乐，功臣小石榴生日快乐啊。小石榴都有几种功臣，只有几种功臣呢，家人们啊，小石榴生了我们家小迷糊啊，这是一等功，生出来的小迷糊蛋子，小石榴还有一项啊，就是嫁给了我四哥啊，让我四哥的生活呀非常的多姿多彩啊，让我四哥的生活那是多姿多彩啊。小石榴还有啊很大的功绩，咱们就不一一例举了，家人们。啊，千言万语化作四个字儿，家人们，千言万语化作四个字儿，咱把这四个字儿打在公屏上啊！生日快乐，四哥说的不是你，说的是你媳妇儿。生日快乐啊！该检查腐妞身体了。家人们，咱们今天是我们家小石榴的生日 party， 检查个六身体呀，给谁检查身体呀？啊？给石榴检查检查身体呀？石榴检查检查身体呀？石榴该洗澡了，还给小石榴检查身体呢？石榴，我今天给你检查检查啊啊！石榴，哎呀，我的妈呀！该洗澡了，石榴。啊，石榴葡萄干了，已经是葡萄干了，家人们。哎，你敢想吗，家人们？你敢想吗？小迷糊蛋子竟然吃这玩意儿长大的啊！哎，家人们，你们敢想吗？石榴又长一岁啊，怎么想吧，家人们？你敢想吗？小石榴，小迷糊蛋子。竟然吃这个东西长大的，哎呀我的妈呀，这么点儿啊，不敢想啊，不敢想啊。小迷糊说我没想到啊，小迷糊说我没想到啊，我竟然吃这个长大的啊。石榴这肤色太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去拿小石榴的生日蛋糕啊！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吧，家人们，马上就开始呗，是不是？来，我去小石榴生日蛋糕啊！咱们一会儿唱生日快乐歌啊！一会儿啊，咱们祝小石榴生日快乐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老爷今天晚上有点不正常，等会儿啊。
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家人们，这是生日蛋糕啊，是咱们特意为小石榴做的，虽然说比较简单啊，家人们，但是呢特别实惠呀、啊、家人们，这个生日蛋糕虽然说特别简单，但是特别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呢，家人们啊？因为这个小蛋糕里边全都是肉啊。坐好了，你们起来起来起来，都坐好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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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等会儿再，等会儿再吃。咱们可以先观摩一下子啊，哎，咱们先观察一下子。这是小石榴的生日蛋糕啊，别整没用的，快吃吧。啊，这是小石榴的，你看给老师乐的，哎呀，给我四哥。乐我乐屁了吗？这不是啊？这不给我四哥乐屁了吗？这不是啊？石榴几岁了？石榴六岁啊，家们，俺家小石榴蛋子已经六岁了啊！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家们，咱们点点亮啊！等会儿，等会儿，我让他们几个坐着啊！呀，不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收起来，我得上那屋去拿支架去，兄弟们啊，支架没拿过来。咱们的生日 party 晚会马上开始，老铁们，等一下子啊！咱们共同庆祝小石榴蛋的生日快乐啊，家人们，共同庆祝！老四乐屁了，尾巴摇得真开心，给我四个蛋子乐屁了。这个里边全都是肉啊、哦、咱自己做的。石榴是中年妇女了，小石榴六岁呗，六七四十二岁，家人们啊，六七四十二岁，小石榴也四十二岁了啊。来，坐着，来，过来，来，坐下。来，老师坐第一个位置。老师坐第一个位置，来。我这坐好了，别动，不用啊。石榴已经挨着老四了。那不行，老师过来，老师这边来，老师这边来，来，老师来，老师你上这边来，老师来，出来，出列。好，同学来，同学上这边来。你当女儿来，石榴出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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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牛逼别挨着了，你看那个头上的牛挨咬啊，你别上那头了，就看那个挨咬啊。好，在小石头坐中间的位置。好啊，老大你把这边串来呗，这么大地方呢啊，让小石头挨着石榴啊。不许动，这顺序不能动啊，咱今天只能这个顺序了啊，家人们啊。seven 是元老级的，等会儿不许动啊，不许动，不许动啊，不许动啊，不许动，等一会儿的，我找找
你等会儿来，我给你们准备工具呢。我的妈呀，我说你们几个吓我一老跳。闹你哥的，回去。由于Seven跌蛋子是自己直播，老铁们啊，所以大家伙请多多担待啊，老铁们啊，咱们小迷糊你坐起来啊。今天小石榴几岁了，大家呢？今天我们家小石榴已经6岁了啊，迷糊坐起来，迷糊，来，好，咱拆开这个生日蛋糕啊。不许动！啊，不许动！哎呀，这蛋糕太漂亮了！啊，蛋糕太漂亮了！啊，给小石头把这东西给带上啊！咱已经做好了，不是你过生日，知道吗？啊，小石头大的过生日，咱坐下，坐下。以后你坐下，一会儿妈妈过生日，你过来，你从这边来，你过来，你从这边来。对，你们过来，来，不许动啊！谁不许动？你们这边来，上这边，一会儿上这边巴掌。哎，对，好，你们坐这儿。你坐在最制高点啊，啊，一会儿你在这趴着啊。好，小迷糊蛋子坐在制高点，这个角度都能看见吧，是吧家们都能看见啊。我给大家看生日蛋糕，这是咱自己做的，我听说啊，石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咱自己做的生日蛋糕啊，家们一会儿切开蛋糕看里边怎么样啊。哎，小迷糊成吉祥物了，你看咱一坐啊，坐好了。老大你别挤石，别挤啊，别挤啊，在这坐下来，在这
好啊。小司令，这是谁来？小石榴今年六岁啊，老铁们，今年六岁了啊。啊，咱们点着啊，好、啊，你看我四个，回头啊，回头啊，待会儿我给你看啊。我给你看，你看我四哥在那坐的，你看我四哥，你看我这四哥，这是四哥的腿，你看看，啊，你看我四哥腿，四哥你抬头吧，四哥，你抬头没人识，这啊，这个是腐妞的腿呀、啊，这是腐妞的腿啊，我以为老四的腿呢，啊，我以为老四的腿呢，啊，家妈，咱们马上要唱生日快乐歌啊，把灯闭一下子啊，闭灯来，闭灯啊。不许动！不许动！这也太他妈黑了，这也，这也太黑了。闹，坐起来，姑娘，姑娘坐起来，迷糊坐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啊！今天咱们家气氛搞起来了啊，家们，今天气氛搞起来了啊，咱们祝小石榴蛋的生日快乐，感谢家们送的礼物啊，谢谢大伙送礼物，家们不用送礼物啊，哎呀，还没吹生日，还没吹呢，还没吹蜡烛呢，来，小石榴，你这孩子，你这当海盗去啊，你这当海盗去啊，来，给他吹个蜡烛来，谁吹？
会儿的啊，我准备好玩儿。姐一块儿，别着急，都有份儿。别着急啊！感谢我爱三位老师啊，感谢我金牛姐姐，谢谢我金牛姐，感谢喜爱啊，爱喜喜手爱狗，感谢这三位家腐妞啊，感谢天天快乐姐姐，我爱三位老师 ，A 姐波比，感谢小明白，谢谢大家伙送来的礼物啊，谢谢大家，这是生日，这是生日节吗？对呀、啊。这是生日节，家人们，今天小石榴今天过生日啊！我把这个蛋糕给切开了，兄弟们啊！这是一朵花，这会儿一朵花，家人们啊！这个生日，这个生日蛋糕是我媳妇做的，兄弟们，是我媳妇蛋子做的啊！家人们 ，H A P P I B I R T H D D A 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家人们啊！好了，马上吃，马上分蛋糕，等会儿的，等会儿啊！我把盆给他们分一下子，家人们啊，把盆子给他们分一下子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啊，来啊，福娘来，把手拿走，福娘来，好。干活太磨叽了，什么干活太磨叽啊？啥叫干活太磨叽？那直接往地下一撇就吃着完事了呗，是不是？感谢我姐，感谢姐姐 S7 啊，感谢我姐送来的礼物啊，感谢姐送来礼物啊。切一下看蛋糕怎么样啊，兄弟们。哎呦我的妈呀，这蛋糕老带劲了啊！哎呦我操！哎呀妈，这里边太香了啊！这里边太香了，家人们，这是一朵小花啊！咱把这朵小花一人分一块吧，小花。咱不准闹，咱爸来。啊，这个太实诚了啊！三文起来，三你上来来，上这来，三你上来坐上来，上来坐上来，一块吃啊！这上面是鸡肉加上胡萝卜，啊，下面是中间是鸭肉。反正咱这有鸡肉加胡萝卜加蔬菜，有一层鸭肉，有一层鸡肉，这个啊，有总共是三层肉，看见吗？一共是三层肉。感谢啊，感谢家们送的礼物啊，感谢我静文姐姐，欢迎我倩文姐姐，静文姐姐送的礼物啊，谢谢家们啊，谢谢大家伙啊。然后咱们总共分八块，家们啊，分八块，然后呢，包子自己吃一块。然后狗蛋呢，每个狗蛋子吃一块，然后呢，小猫蛋子和妈妈，小猫蛋子和花卷子，他们仨吃一块，好家人们啊，所有的狗蛋子，所有的猫蛋子啊，感谢我蔷薇姐姐，谢谢我蔷薇姐姐送来的礼物，谢谢蔷薇姐啊，我总共是切八块，家人们啊，哎，每个狗蛋子都要沾上这份喜气呀，老铁们啊，咱家那是喜气洋洋。感谢天天快乐姐姐啊！哎呦我的妈呀！感谢我贝贝姐姐啊！谢谢贝贝姐姐送来的穿云箭。哎呀妈！干啥？家人们不用送礼物啊！家人们谁也不用送礼物，咱直播间谁也不要送礼物，家人们啊！三文爹给咱家狗子过生日，不是说为了收礼物的，啊，家人们啊，不是为了收礼物的，家人们啊！
感谢我夏天海岸姐姐啊，谢谢夏天海岸姐姐啊，感谢贝贝姐姐啊，谁也不用送礼物，家们，三更节真不是为了送收礼物才整的生日 party 啊，家们啊，每咱家狗蛋的每个生日 party， 大家伙都送这么多礼物，老铁们啊，去年的话光收礼物的话啊，我们家狗一年，我们家狗光收生日礼物的话，收了20000多块钱的，六个狗过生日。啊，谢谢家们啊，待会儿不需要送礼物啊，谁也不要礼物，家们啊，谢谢家们啊，咱给送礼物点关注就可以了，家们啊。三爷就记在心上，全是咱家铁粉了，对吗？啊，全是咱家铁粉，来一人一块啊。你看这个蛋糕了，你看这蛋糕三层肉，看见吗？三层肉，感谢我宣礼公主姐姐，感谢宣礼公主姐姐啊。看咱家这个蛋糕，狗蛋的喜不喜欢吃啊？塞文一块，老大一块，啊，好，来，等会儿来 ，no， 不能吃，老大，等会儿吃，不能吃啊！哎，小石榴也有啊，小石榴自己单独吃一块啊，家们，好，我切的是不是挺好，家们？这个不知道，不能吃，再一会儿再吃啊！哎呦我操！我牛蛋子不能动，迷糊蛋子啊，牛蛋子，这两个留着给猫咪吃，兄弟们啊，这两个咱留着给猫蛋子吃啊，一会儿给包子一个，给花卷的一个啊，家人们，咱先让这些狗蛋子吃好不好？咱把这个先放起来，兄弟们啊，先放起来啊。好，过来，坐好了，过来排队了，快吃生日蛋糕了，快来，排队了，石榴来，啊，小狗呢？小狗蛋子，过来，小狗蛋没在家，家们啊，小狗蛋子没在家，小狗蛋子现在不在咱们家了啊，老铁们，狗太多了，整不了，啊，家们，狗太多整不了啊，咱家只有大狗没有小狗了啊，小狗让我送店里去了啊，家们，啊。有机会给大伙看小狗啊，过来，老四来，今天顺序高低变一下了啊，来，孔雀坐这儿，好，石榴坐中间，好，三个坐边上，一会儿都坐一个，好，来，石榴坐中间啊，啊，就这个顺序，不能动啊，先给小石榴一块儿啊，然后呢？再给俺家三位一块儿啊，虎妞和老大，好，小迷糊啊和老四啊，哎呀妈，狗蛋子你嘎嘎喜欢吃这个，狗蛋你嘎嘎喜欢吃，因为这里边全部都是肉啊。三娃这么厉害还会做蛋糕啊，看蛋糕做的是不是挺好，家们，纯自己做的啊，看狗蛋咱就见证，家们啊，我媳妇现在也看着呢啊，家们啊，咱们现在就见证看看狗蛋子喜不喜欢吃，来各就各位啊，咱们集体祝小石榴生日快乐啊，开喽，1、2、3，开楼来，吃串行了，小迷糊来，给这个来，虎妞你吃自己的，你别抢人老大的吃。感谢爱1623啊，16623，感谢送的礼物啊，谢谢，家人们不需要送礼物啊。感谢咱们家爱166236啊，谢谢啊！哎呀，太香了，看小石榴，这家这个蛋糕太实诚了，老铁们，这蛋糕太实诚了。你看我媳妇压的，哎呀妈，老四第一个吃完的，我四哥第一个吃完的，啊。哎呀。
哎，老师，你不能吃了，老师你不能偷吃了。看人家不好吃，都不爱吃呢。我觉得他们挺爱吃的啊！你看老四那个吃完了，给小蛇再切两刀啊！小蛇这个，小蛇这个，我看啊，我再给他切两刀。石头来，再给你切两刀啊！我切碎它，切碎它这个。小蛇的嘴小，嗯。这个是我媳妇把这个肉生肉啊，然后放那个蛋糕模具里边啊，然后呢放烤箱里边烤的。你瞅啥呢福妞，你看啥呢福妞，去还想偷？哎，去！不能吃，不能偷吃。老大，你的已经吃完了，你的已经吃完了，不能偷吃小石头的啊！一人一块，说好了，一人一块，说好了，一人一块。啊！石榴来，石榴，这是你的石榴，看住了啊！不能让人给你抢跑了。猕猴还没呢，猕猴吃了。呀，猕猴那块让谁吃了？吃了，猕猴那块让赛友给吃了。猕猴咋没吃呢？猕猴来，给你分一块。猕猴来，你咋没吃呢？不好吃啊？啊？你老大，你别总跟小石头抢啊！别跟石头抢啊！人家一人一块的，一人一块的，老大一人一块的，你看看，是不是？娘俩都不爱吃零食，啊，三文吃了，再加小石头白天，小石头白天也吃了不少零食，知道吧？啊，你看老四来了啊！老四，哎，老四，老四，哎，老四，这个是你媳妇儿的，你媳妇儿今天过生日，你好意思吃吗？老四，你好意思吃吗？老四，咱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小明他没吃吗？啊，为什么小明没吃？你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小明我惦记上面两块呢，看了吗？看不着，他惦记上面两块呢。知道吧？小迷糊是捡了西瓜丢，捡芝麻丢西瓜，知道吧？熊瞎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掰一个丢一个，这种狗啥也没吃着，小迷糊就啥也没吃着。熊瞎的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是吧？他惦记上面那个，实质那个不是他的，他压根就吃不着，他把这盆给丢了，是不是？三月开骂了，他把这盆给丢了，那盆他还吃不上，那个是给猫蛋子留的。啊，是不是他是不是惦记那个那家吗？对不对？啊，他把这会儿给放弃了，你看了吗？小石头蛋子，一会儿还得去小迷糊蛋子。那、啊，你可尖了啊，迷石榴，你可尖了，迷糊，啊，你是天下第一聪明啊，迷糊蛋子，你是天下第一聪明啊，你，啊，吃到碗里的，你看着锅里的你。啊！我看那块你能偷着，我看你能偷着是咋的？你偷去吧。你看迷糊啊！谁？你看那个笼子，谁也不敢去，谁也不敢上。聪明随奶奶。你看他守着笼子呢，迷糊蛋子守着笼子呢。啊！等会儿啊，我给猫蛋子整一个啊，老铁们，给猫蛋子整一份儿。哎，小迷糊还想吃。啊，牛蛋，你还想吃蛋糕？哎，你甭想吃了啊！这块蛋糕咱们给猫蛋子吃啊，小猫蛋子啊，老铁们，咱给小猫蛋子吃一块啊。好、啊，不知道小猫蛋子喜不喜欢吃啊，老铁们啊，都得沾沾俺家小石榴的喜气，沾沾喜气啊。
快下来，快下来。啊，看他喜不喜欢吃。你猜毛蛋他喜欢吃哈。再给包子一个。啊，毛蛋也吃上蛋糕了，毛蛋也吃上蛋糕了。再给包子来一块啊，家人们给包子来一块，让包子让包蛋呢自己吃，藏起来自己吃。啊，省得这帮狗蛋子总是。你看小迷糊，你吃能吃着吗？你石榴，啊，迷糊，你看一块没吃着，一块你没吃着，迷糊。你说迷糊这可怜劲儿，你说给他分吗，家人们？啊，这颜色是火龙果，家人们啊，你说给迷糊蛋子分一口吗？啊，我包的这一块他也吃不了，说实话，老铁们啊，行不行？就我不是说心疼迷糊蛋子，家人们啊，我只是觉着包子吃不了，吃不了的话，家人们他也容易浪费了，兄弟们对不对？我给小迷糊蛋来一块。啊，哎，好啊，行了啊，就来一块，仅此而已啊，家人们对不对？感谢仰望星空姐姐啊，谢谢仰望星空姐姐，分点是吧？好，分一块得了啊，咱把这给包蛋子吃，包子，包蛋子，你吃吧，包蛋子，哎啊。这专门给你的包蛋子啊，你尝尝，你尝尝，让自己吃吧，让自己吃吧，嗯，让自己吃吧啊，让自己吃。包蛋子喜欢吃，看他包子喜欢吃，猫能吃那么多吗？吃不了，他吃不了这么多，一会儿肯定得剩，但咱也不知道他能吃多些，老铁们知道吧？咱不能说就给他吃一口啊，对不对？咱不能说只给他拿一口，是不，家人们？啊，吃多些就吃多些，吃不了的话就给他拿回去完事儿呢，对不对？啊，每个啊猫，每个狗都吃这些份儿，啊，能吃多些剩多些吧，啊，剩多些都给狗蛋子吃了啊。啊，小石头都六岁了，老铁们，俺家小石头，你看小石头像，家人们，你看小石头差六岁吗？像六岁吗？不像六岁。我感觉小石头不像六岁，我觉得俺家小石头蛋子像几岁，家人们啊，像十六岁。咋整的石榴蛋子？你说你跟老师在一块上多少火啊？啊，家人们，咱给榜一点点关注，家人们，一号麦贝贝姐姐好不好？家人们给贝贝姐点关注，谢谢贝贝姐啊！还有咱二号麦啊，来自咱们中国台湾省的咱们的啊，我爱 seven 和老四，家人们啊，还有杰杰姐姐三号麦啊。三号麦姐姐姐姐总会录一下咱们录一录咱们家的啊有意思的直播的录屏，家人们啊，你们可以给点点关注啊，家人们，姐姐姐姐三号麦，还有咱家静文姐姐，静文姐姐的四号麦啊，感谢静文姐姐送来的礼物啊。迷糊咋的了？迷糊蛋子，你看迷糊蛋咋的了？迷糊，你过来。老爷坏得很，就是不给迷糊吃。我咋没给迷糊吃呢？家人们，你们觉得我给迷糊吃的话，你们扣一。我为啥不给迷糊吃啊？我为啥不给他吃啊？小迷糊蛋子跟我俩关系那么好，是不是？我凭啥不给小迷糊蛋子吃啊？我跟你说，我宁可我不吃，我也得给迷糊蛋子吃。我咋没给他呢？是迷糊蛋子没吃，知道吧？给他吃了。啊，给他吃了，是不是？就给了一点点。那为什么就给了一点点呢？家人们，我总共分了几盆？哎呦我的妈呀！家人，我非得把那个截屏给你们看。我总共分了六盆，蛋糕总共分了八块。蛋糕我总共分了八块，他们几个一人一块，三个猫蛋子吃一块，包蛋子自己吃一块，是不是？剩下六块，他们几个一人一块，是小迷糊蛋子他没吃，让别的狗给抢跑了，知道吧？啊，并不是说其他的狗抢没的，是他自动放弃的。对不对？是小迷糊蛋自己放弃的，你赖谁？你赖谁？你赖谁迷糊？啊？你自己没吃啊，你赖谁？啊？你赖谁？给了他没吃，关键小迷糊蛋怎么事儿，家们？他吃到碗里，他忘了锅里的；吃到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知道吧？结果他两头哪头都没得，哪头都没吃着，知道吧，家人们？这就是怎么的，家人们？啊，贪，知道吧？那话怎么说呀，家人们？丢就是，怎么说呢？那怎么说，家人们？啊，要不就说可寡了，可寡呢？老四先吃完的过去了，但是他那个还真就不是老四给吃的，他那被塞门吃了，家人们知道吧？小明蛋的被塞门给，小明蛋的那个让塞门给吃了，咱只能说人包子剩下了不吃了，咱给明蛋的吃，老铁们知道吧？老四过来吓跑的，不是老四过来吓跑的，家人们，那家人们，那我想知道。那为啥？哎，来，老四来，你看看家们，为啥这拖鞋老四吓不跑呢？别动三，你别动拖鞋，别动拖鞋，啊，老四能吓跑他吗？猫根本吃不了，吃不了的话，咱剩下的给迷糊吃啊，对不对，家们？我刚才我不说了吗？你咱别总是欺负猫蛋子，这家们感觉猫咪的话，感觉猫好欺负，但总欺负猫蛋子，干啥呀，家们？人包子那么好，你看小猫蛋吃多好，你看小猫蛋吃多好了，行吗？看看，可喜欢吃了。花卷子带他们俩孩子在这吃，啊，你看包子，你看包子，包子吃不了那么多，给小明蛋来一块吧。不行啊，舆论压力太大了，舆论压力太大了。明蛋子，别在这挖矿了，别刨矿了，来，明蛋子来，给你一块，过来，给你一个，舆论压力太大了。你不送拿走了，你快吃吧，你快吃吧，明花，你都说了顶你给他大块，那大块不让包子在那吃呢，咱别总欺负包子行，包子多可怜呢，啊，没人疼没人爱的啊，狗还得咬，猫还得挠的，媳妇打啊，包子跟他媳妇在一块的时候，花卷子挠他，是不是？啊，跟狗子在一块，狗追他，是不是？跟我在一块的话，家人们，好不容易分他一块蛋糕，还得给他要过来，是不是，家人们？那多可怜呢！啊，没人疼没人爱的包子，个个干啥总欺负人包子呀？那包子是最没地位的，对不对，家人们？你说三兄弟说对不对？最没地位就是包子。是迷糊刚才自己不吃的，怎么能怪别的猫呢？这点还有点小迷糊蛋子，这点还有点，你吃点这上面那个渣子啊啊，小迷糊挺可怜的啊，有点剩饭剩菜啥的，给小迷糊蛋子里拿点。明花这块捡一捡都能吃啊，这块搂起来搂起来，它明花别浪费啊，明花啊，你别管啥了啊，苍蝇腿也是肉啊，哎，小明花苍蝇腿也是肉，来搂了它，搂了它，对，捡了它啊，大男人啊，小明花能屈能伸，男人要能屈能伸啊，明花来来，不能哭啊，明蛋子不能哭，能屈能伸啊，快来，明蛋子吃吃，一二三吃，小迷糊那是贪得无厌，明白吗？我刚才这个东西我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小迷糊给看着了，知道吧？小迷糊心里头想的只有这俩蛋糕，他想的是那两块蛋糕，知道家吗？他想的不是眼前那个蛋糕，眼前这个蛋糕他选择了不吃了，他惦记这两块蛋糕，知道吧？他
惦记这两块，但这两块不是给他的，他想错了。啊，在小明不在的这段期间，他那块蛋糕就被别的狗抢跑了。啊，小明的饭量不大，一会儿的包子肯定不吃了。咱包子指定不吃了，我把那块都给小牛蛋子啊，家们你们别着急，我都给小牛蛋子啊，家们。迷糊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多余的，爸爸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姥爷不喜欢，奶奶也不喜欢，那你不成孤儿了吗？你不能那么说，家们啊，你那么说不就成孤儿了吗？啊，你怎么瞅迷糊蛋他也不像孤儿啊，迷糊蛋像孤儿吗？家们啊，明大你是孤儿吗？啊，他不是孤儿，老铁们，有名有姓，有名有姓，有爸爸有妈妈，是不是？他现在不属于孤儿，啊，主要是爸爸不疼，妈妈不爱，啊。迷糊有孤儿院，迷糊蛋子呀，你要是实在是不行的话，老爷把孤儿院明天给你取来。石榴过来来。石榴，你今天过生日，你看看你儿子，石榴来，快石榴来，来石榴来，小迷糊出身名门，啊，名门望族啊，家人们，名门望族，啊，家人们。小明出生在名门望族，望是旺旺的旺，望族，哎，名门望族，哎呀，小明是出生在蒙门望族吧，蒙宠的蒙门望族啊，啊，石榴来过来，小石榴，哎，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蒙门名门望族，啊，汪族，名门汪族啊，汪汪叫的汪啊，名门汪族啊，家乡的樱花开了，哎，一点疯狂，这些狗啊。属迷糊瘦，哎，小迷糊为啥瘦呢？家人们，啊，小迷糊蛋其实不是瘦，它就是这个体型，知道吧？它随泰迪，颜色随泰迪，它有很多基因都随泰迪，知道家人们？啊，虽然说它的爸爸是老四，它老四是拉布拉多，你看小迷糊不吃，让老四给抢跑了吧？看不着，你看啥都没了，哎呀，我的妈呀！谁拉的？那我拉屎还能回家拉？这谁干的？这谁干的，福娟？我说哪来的这么大味儿呢？我刚才以为蛋糕坏了呢，福妞。你说你长这么个大坨子啊，福妞，你长这么大个坨，在家里拉屎啊，你还能干点啥？他把笼子当成厕所，小福妞把笼子当成厕所，老铁们，他就这样。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反正他就是把笼子当成厕所了。哎呀，气人，太气人了！今天带货吃多了，我看人包子还没吃了呢，包子还没吃了呢，家人们啊，咱不能说提前给他拿过来啊。哟，他们几个不吃了，他们几个吃够了，家人们，咱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这个拿出来给小迷糊蛋子呢？
是不是可以，家们？他们让他们不吃了。等会儿吧，没吃饱呢，他们几个。我先把那块屎给处理一下子啊，家人们，我把那块有个那个什么玩意儿给处理一下子啊。气人，腐牛都不出来吧？啊，你看腐牛都不出来吧？看，看了吗？脑瓜疼啊，家人们，一撮拿出来，都装着吃，继续吃，真气人，老铁们，啊。哎，你就是这么这个长得还挺好看，好家伙啊，还挺好看，我都不舍得摘了。Happy birthday， 你看看，家伙，是不是摘的挺好看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啊，干活吧，拉倒吧，干活吧。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啊，老铁们，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啊，然后呢，大家伙有需要咱们家的下方小黄车宠物用品都有活动价啊，老铁们啊，都有活动价。想买咱家那个木耳的家吗？啊，木耳23.9元180克，23.9元180克啊，木耳是55米一斤啊，老四来，虎牛，虎牛。
包子不吃了。东北黑木耳23.9，谁过生日？肯定是俺家小石榴蛋子过生日啊，家人们。啊，小石榴蛋过生日，家人们，谁过生日？啊，这怎么猫还吃呢？啊，这怎么还吃呢？能不能给小牛蛋子留点儿？牛蛋子今天没吃着，老铁们，牛蛋子今天没吃着。下午拍了4包鸡肉片，感谢天使啊，谢谢啊，明天就给发走了啊。感谢我雅雅姐姐，感谢我雅雅姐姐啊，祝小石榴蛋的生日快乐。小石榴，家人们，你们还记不记得曾经小石榴在咱们家的时候，来的时候多大吗？老铁们，咱们回顾一下子吧，兄弟们啊，咱回顾一下小石榴，看小石榴以前长什么样吧。兄弟们，咱看一下子好不好啊？哎，在这个特殊时刻，老铁们，咱也回顾一下子，感谢我雅雅姐姐啊，好，家人们啊，回顾一下子啊，家人们，看看三兄弟原先拍的段子啊。既然还有人不知道今天石榴过生日，很正常，老铁们，很正常，因为咱有很多都是新粉丝啊。感谢读你姐姐啊，家人们。姐别送礼物了，姐啊，感谢读你姐姐送的礼物，石榴以前挺好看，读你姐姐啊，家人们，在咱们家至高无上的啊榜五，家人们给读你姐点点关注啊，谢谢姐啊。我看小石榴啊，家人们，我们家小石榴在我们家，小石榴，家人们啊，哎呀，小石榴太长了，太远了啊，跟 Simon 是一块长大的，啊，小石榴跟 Simon 一块长大，俺家小石榴原先可好看了，家们，我给你看一下啊，往前翻很久很久，在很久很久以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很久很久以前，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就是给老四搓澡搓秃顶的。我在找啊，家们啊，我在找，我已经翻到了这个时候，三万你别动，我已经翻到了这个时候啊，这小石榴，2018年。1月份，他才半岁，那个时候小石榴才半岁啊，2018年，小石榴才半岁，啊，我还真没见过小石榴小时候的样子。啊，咱们看小石榴刚来我家什么样？感谢雅雅姐姐啊！现在还有小石榴还没来呢，现在的小石榴还没来呢。感谢我雅雅姐姐，石榴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咱家了，马上就来了。感谢我雅雅姐姐啊！这是61。哎，16，就小石榴小的时候呢，跟三元玩的。2017年8月13号。2017年8月13号，
家人们，为什么说三文爹把今天当做小石头的生日呢？家人们，因为我不知道小石头什么时候生的，明白家人们？我不知道小石头是什么时候生的，知道吧？所以咱们就把小石榴啊，家人们，咱们就把小石榴来咱们家的那一天啊，当成小石榴的生日啊，家人们，小石榴刚来我们家时候这么点儿。家人们，你说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他能跟老，他能跟塞文他俩能成为亲家，谁能想到家人们？啊？啊，家人们，谁能想到他俩之间是婆媳关系？啊？谁能想到他俩之间是婆媳关系啊？啊！感谢我雅雅姐姐。回头冬天的芽菜长泡影，原来天风地老总稳。你们的狗呢？你们听好了，请你们束手就擒，重新做狗。请你们束手就擒，重新做狗。你们听好了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你们束手。小石榴小的时候啊，小石榴跟三文小的时候，这是小石榴小的时候。2017才半岁。老小石头现在已经六岁了，这小石头才半岁的时候。是不是挺好看？小石头原先多好看，这小毛长的，看，家人们。谁能想到小石头能生出来个小迷糊来？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到哈。哎呀，小石榴小的时候，现在大变样了。你看现在啥样？你看现在啥样？石榴，六年前，石榴鼻子没有原先那么黑了。头顶上毛越来越卷了，啊！原先是脑瓜子大，石榴。原先是石榴是脑瓜大，身上小，现在小石榴是脑瓜子跟身上基本一般宽了，啊！鼻子没有原先黑了，眼睛也没有原先黑了，原先没有，原先小石榴身上没有白毛。现在头上净是白毛了，啊！现在身上净是白毛了，看，啊！原先石榴是还能看见眼皮，小石榴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着眼皮了，现在毛秃噜了，已经步入老年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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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狗寿命多久？狗寿命十多年吧，十多年。你们谁记得这个段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你看，人家三个小时候啊。三万小时有意思，三万小时是真有意思呀，啊！人家三万小时是真有意思，啊！有没有迷糊的小时候？很好奇，有迷糊小时候啊？当然有小迷糊小的时候了，家人们。小迷糊的小时候，那跟老四那不是一般的像，啊！小迷糊小的时候跟老四那是特别像。老大耳朵咋的了？老三吧，那你别走神，我都说了，你别走神，整他。老大之前耳朵坏了，是又耳朵又犯了，耳朵又犯了，他耳朵里边有炎症，知道吧？我一直给老大上的药，一直给老大上的药。然后呢，我一上完药啊 ，Seven 就总去舔。Seven 下来的就没有一个智商超过 Seven 的。我跟你说，家人们 ，Seven 这帮孩子还真就有超过 Seven 的，只不过他们只是没用在正地方而已，老铁们，知道吧？他们没用在正地方。这小石头刚来咱家的时候啊。怼他干啥呀？他吧，不许怼他啊！咱宝宝给起个名啊，小泰迪。看着还文正脸，好的。小石的小人不好看，是不是？兴起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我这里有本秘籍，我看与你有缘，就十块钱卖给你了。小弟，看你的骨骼兴起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我这里有本秘籍，我看与你有缘，就十块钱卖给你了。小弟，看你的骨骼兴起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就这是这个时候开始关注的，是吗？就这个时候吧。我看在什么时候啊？2017年8月12号。小弟，我的妈呀！俺家小石头刚来家里的时候，我就拍了这么多视频啊，家人们。小石头刚来我们家，你看家人们，2017年8月12号，看家人们，这个视频也是2017年8月12号啊，这个视频也是2017年8月12号。你的骨骼清奇。是万中无一。你看，家人们，啊，我那时候一天发三个段子，老铁们，那个时候一天发三个段子。小，姐，你看了吗？小石榴是小的时候就开始趴在三文身上睡觉。你看，嗯。小石头从小就趴在三文身上睡觉。彩云分开，你不在门把东城。你小石头想上床啊？他想蹦上去。你看，你小石头想什么办法？
想看小迷糊小的时候是不是，家人们？小迷糊小的时候，我给大伙看一下了啊，小迷糊蛋的小的时候。这不是小迷糊蛋吗？小迷糊蛋这里边其实有一只是他自己，这是刚断尾。哎呦我的妈呀，大哥呀！小迷糊小的时候，哎呀，能不能别叫了？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谁是小迷糊呢。这个狗的应该是小迷糊。老师啊，有人像你儿子吗？老师，看看。你看看像不像你儿子，老师？老师，这像不像你儿子呀，老师？啊，老师，你看看呢？你先想，你看老师啊，这像小迷糊，这色跟小迷糊。这像你儿子吗，老师？看看，看看像不像你儿子，老师？老师，这像不像你儿子呀，老师？啊，老师，你看看呢？老师啊，这是像你儿子吗？老师，看看。老师来了个假动作，老师那是来了个假动作呀，那是。像你儿子呀，老师。啊，那时候多年轻，老师那时候。你看看呢。这个真像小迷糊哈，但这是这是还不知道小迷糊哪个。哎，这小迷糊啊，戴绿色那小迷糊啊。戴绿色那小迷糊。红绳这个，现在他们几个我就知道红绳这个和基本上都没有了，家们啊，基本都没有了。我跟你说，送人的都不带，就是都不带珍惜的，老铁们。咱就说句实话，这些小狗没有一只是我卖出去的，老铁们，没有一只是我卖出去的啊。送人的话没有珍惜的，老铁们，真是啊。三羊爹总是送人送人送人的，小石榴那窝小狗基本啊，就小迷糊我自己留下了。啊，还有这个老大啊，家们啊，是他俩，老大是送给哈尔滨的一个啊，咱们家那是大王子啊，剩下的基本都没了。对，带红绳是王子，基本都没有了，没有，家们肯就是送给朋友的呀，家们啊，基本都没了，就剩小迷糊自己了，你们知道的啊，家们啊，这一窝里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个小狗。去哪儿了？没有了，就是没了呗，死了呗。那小迷糊，我看啊，再看有没有小迷糊的段子啊。你们看这里边谁像小迷糊？我感觉这个像小迷糊，这个，他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像小迷糊，你们觉得像不像家吗？第一个没想了，
他猜的，他。哎，目光无神呢，老四眼睛里边没有神呢，老铁们。家们，你们看老四小时候了吗？家们，是不是你干的呀？老四小时候目光无神呢，老铁们，你看老四啊。你现在长能耐了，我发现你啊，是不是？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你看老四，你看老四一说。现在别管闲事，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起来。老四挨怼完之后，哎，你说老四那时候真是眉清目秀哈，他小时候，啊，家们，老四小时候真是眉清目秀，啊，这孩子长得，啊，我今天家们，咱有需要东北黑木耳的家们啊，拍张东北黑木耳啊，拍张东北黑木耳，下方小黄车有需要啥咱拍的啊，家们。罐头啊，家们，咱家狗子吃的罐头啊，老铁们，想给自己家狗蛋子买罐头的啊，罐头拍一发六罐，老铁们，罐头拍一发六罐，明天就能发货啊，家们，29.9六罐啊，今天三元爹拍那个视频就是这个啊，六罐啊，你小迷糊。迷糊呢？你说沙发上你咬的，从这块，哎，看一下你咬的，啊，还挺会躲，你躲这儿了你，你因为躲这儿不敢打你是不是？啊，吃我一巴！老四啊，这孩子不拆家吗？这不拆家的吗？这不是啊？啊？干啥呀？我的妈呀！啊？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就完了，来。老四哥，他跟你啥关系？老四，他跟你啥关系？那是泰迪，他是泰迪，他不是你儿子。哎呦我的妈呀！啊，能不能行？这不拆家的吗？你说你，哎，从小就翻耳朵。今天我考考小迷糊啊！哎，小迷糊，他那时候就叫小迷糊哈。你看你面前这两张，他俩哪个最大呀？啊，小迷糊。哎，这儿呢，这儿呢，看看它哪个大？哎，把最大给老爷挑出来，小明蛙。啊，小明蛙哪个大？他知道那个大，他知道这个大。我发现你老年痴呆吧，你这么愿管闲事呢？你一天天那么烦人呐！小明蛙哪个大？小明蛙。小迷糊，老四是从小就挨揍哈，家人们啊！小迷糊头上毛没少一块儿，那是后期的事了啊。老四啊，老爷今天问问你，老四啊，你说妈妈和弟弟他俩同时掉水里了，哎，
你救谁老师啊？啊？老四啊，老爷今天问问你，老四啊，你说妈妈和弟弟他俩同时掉水里了，哎，你救谁老四啊？啊？哎呀，怎么成弟弟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小明是他儿子呢。啊，我不说了吗？越长大越像老四，越长大越像老四，这才知道小明是他儿子。啊，那时候还不知道呢，知道家吗？那时候不知道，一直被蒙在鼓里，那时候。老四，老四后面跳舞呢。老四年轻的时候真是厉害哈，他年轻的啥事都能干出来，啊，是不是？老四小时候啥都能干出来，连石榴都能，连小石榴他都能啊整利索他，啊。你说那时候拍视频哈，家吗？就感觉就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拍的视频。老四，哎呀，怎么干起来了他俩？啊？那时候视频是真不清楚。老四，哎，别干仗了，你俩。这家伙，别干仗了。嗯，好，谢谢，感谢泽川啊，谢谢。哎呀，搭完了啊，石榴的新家搭完了啊。这小石榴第二屋啊，小石榴第二屋。还有呢，你就生了啊，生了生了，石榴生了。这第二屋，你看吧。是你的吗，小明啊？啊？老师，你看看，是你的？能不能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呀？啊？感谢小海啊！小迷糊嘴变长了。哎呀！哎呀，这孩子真好看呢，这小孩。亲一个，哎呦我天，哎呦，哎，亲一个啊，哎呀，老师啊。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为你付出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行了，家人们啊，为什么起名叫迷糊呢？迷糊好奇怪，因为他爹就迷糊啊。老四他开始叫四迷糊啊，到后边的时候啊，管他叫小迷糊吗？啊，老四开始的时候叫四迷糊，知道吧？小石榴是老四的儿子，小明是老四的儿子，所以咱们给他起名叫小迷糊啊。老四的儿子嘛，一个大一个小嘛，这大迷糊这小迷糊嘛。啊，你说小迷糊不好听吗？家人们，小迷糊大了是不是挺好听？小迷糊的小迷糊，小迷糊叫习惯了，小迷糊不挺好听的吗？是不是啊？小迷糊是不是挺好听？家人们，我觉得这名字起的挺成功的，是不是？时间过得好快呀！我觉得小名字起的挺成功的，天们，我觉得挺好听，是不是？今天谁过生日？今天石榴过生日啊，家人们，今天小石榴过生日。祝小石榴生日快乐啊，家人们！现在Seven七岁了吧？马上七岁，Seven在过生日，马上七岁了。Seven11月22号过生日，下一个谁过生日？不是老大，也不是佛妞。Seven过生日，Seven是11月22号，那个时候已经下雪了啊。然后12月份是小迷糊过生日啊，然后是佛妞过生日，然后是老大老四过生日，然后又是石榴过生日。石榴蛋子吃蛋糕了吗？吃了，他们吃完蛋糕了，吃过蛋糕了。对，三月份是2016年10月22号。走，遛狗去了，家人们啊。然后咱们家今天直播就到这吧，啊，累了，今天太累了。谢谢家人们啊，谢谢大家伙。谢谢家人们啊，来参加我们小石榴的生日 party 啊！小石榴现在已经6岁了啊，跟 Seven 是同岁的，他俩啊，但是 Seven 比小石榴是大半年啊。生日快乐啊！明天晚安，明天见啊，家人们，明天见啊！记得老爷给老大、老四起名的时候，憋了好几个月也没想出来啥名，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呀。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老大还是叫老大，老四还是叫老四，老四，老大还是叫老大啊，老四还叫老四啊，只不过老四有一个四迷糊这么一个称号啊，傻老大呀，傻老大和四迷糊啊，到现在也是这个名字。整蛋糕了，家伙都吃完了，今天蛋糕都吃完了啊。咱们明天见啊，老铁们，明天见，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伙啊，对我们的陪伴啊，陪着我们一直到现在，老铁们啊，谢谢家人们，感谢大家伙送来的礼物啊，感谢咱们家至高无上的榜一，我贝贝姐姐，谢谢我贝贝姐姐，感谢我爱 Seven 老四，感谢杰杰爱 Seven 姐姐啊，静文姐姐、雅雅姐姐啊、读你姐姐、金牛姐姐啊，咱们中庸之道大哥啊。谢谢，还有蔷薇姐姐啊，爱16623啊，感谢送来的礼物，还有喜宠爱狗以及俺家 Seven 家腐妞啊，仰望星空姐姐，谢谢大家啊，谢谢家人们啊，还有王振江啊大哥，感谢给我们送来的礼物啊，咱们明天见，老铁们，操，老子干啥呢？拜拜。